我们之所以能存在到今天，就是因为我们恪守天道。我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。这次的猎物是那神医，把那个瞎子交给我，我要找到神医。你们是要杀了我爸爸吗？杀手的神话已经快要把你的本性泯灭了。师父，我要退出。你心中被太多善恶所束缚。人若连善恶都不分的话，那跟禽兽有什么区别？你心中的妄念太多。我不服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是你逼我的。